旋转木马？什么？挑剔鬼！你知道这种设计满足多少人的幻想？这是为了感受创意，体验设计。今天怎么这么听话？报告你吧，我一直都很听话啊。搞设计的是不是都疯子？你今天搞一个设计？哎，是不是做完了？做完了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我们来玩角色扮演吧。